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，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竹里馆是唐代大诗人王维晚年隐居时创作的一首绝句，此诗描写了山林幽居之情趣，遣词造句简朴清丽，表现了清幽宁静、高雅脱俗的境界。短短20个字，但有情有景，有声有色，有静有动，有实有虚，相映成趣，道出了一种生活态度。岁寒三友中的竹子更是画家热衷的主题，这首绝句也是画家作品特点的绝佳表述。画竹要点是以书法功力入画，笔墨厚重但不失灵动，墨分五色，有浓淡变化。凡大家作品，无论风雪雨晴，竹子总给人以高风亮节、潇洒挺拔、自然生动的气质。国画竹子适合悬挂于书房餐厅，读书品茶赏竹，十分惬意。谢谢收看。